闪电侠昵称未婚夫，其实对方真名叫梁子贤，他任职电影美术，林晕阿芝的绝技是暖男，他还爱屋及乌，对阿芝外婆一样关怀备至，甚得婆婆欢心。梁子贤去年底在好友张文生日会认识阿芝，两人当晚一见钟情，当晚男方不停问阿芝要不要唱歌，令阿芝留下深刻印象。不过生日会后未有再见面，及后阿芝托他代买东西，交收时趁机约会。阿芝订婚后，闪电侠在低调都被起底，有指他中学毕业后曾在观塘职训修读设计文凭，毕业后在杂志社做过排版员，热爱拍电影的他曾参与短片制作，近年才转职从事电影美术工作。